还没看到东西，有点不安。他怎么不绕场多飞几圈呢？那种那才是过山车。我觉得汪峰担心，昨天吃饭的时候他还说呢，他说到底是多高，多少秒飞下来？加油吧！你到那场看过了吗？还没呢。还没呢，一会儿。期待那个椅子。对，我就是想我别太害怕，平时恐高嘛。<笑>我们想到了不下于100种的方式，骑着马，游着泳，奔着急，坐着滑翔。我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人比较会有点恐高。当然了。哎，不是。我是兔子，你是乌龟啊！啥意思啊？啊！所以说，赛狗啊！我是兔子，你是乌龟啊！叫玩一下吧，让你明天下午玩。是吗？嗯。就你的意思是说不让我先玩了？我们下这最后一把那个安全测试，今天晚上这最后一把安全测试。来，安全测试完才。是谁？ 你有什么梦想？这是一过山车。据说一般过山车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72公里，也就是每秒47.78米。今年导师战车的速度是每秒1.3米。